主席，我们贵委员同仁啊，这个条例已经通过，但是我还是有意见。最主要就是未来有将近2兆的这一个基金在这一个地方。那主委啊，本来我是不让这个通过的啦。那主委有私下去跟我讲，就说未来因为不能球员兼裁判，你这个监督的这一个机制不能放在这一个地方，所以未来我们在另外的这一个法条里面，我们要重新去修订，不能球员兼裁判。如果把监督跟应用啊这个分开来的话，我可以接受，谢谢。